南人带路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啾啾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渔光岛，这里有一个新的景点，叫做安平雅果游艇城。平常下午的时候，可以来这里看看夕阳，吹吹海风，还可以欣赏一下游艇哟。说到美食呢，我们这里一定要来微醺餐酒馆，听说里面气氛美，灯光佳，那我们一探究竟吧。那现在呢，等待的过程中，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室内的氛围。室内的桌子啊，还有椅子，还有餐具呢，都是非常的高质感。店内呢，也有非常大量的红酒、白酒可以做选择。那酒柜刚是看到就觉得非常的有气势。接下来我们就期待我们的餐点上桌吧。那我们现在介绍这一道北海道干贝。吃起来呢，跟生鱼片的口感非常的相似。再大口一点吃呢，可以吃到它中间呢散发出一点柠檬奶油的味道。再来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下一道顶级牛小排。哇，牛小排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嫩，然后非常的多汁。好像有搭配红酒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入味。我看到它还有菌菇在里面，这两个如果搭配起来吃的话，可以解腻牛肉的油腻感，觉得非常的好吃。肉质非常嫩，再搭上这特制的酱汁，酸酸甜甜滋味让人欲罢不能。这道菜非常推荐给大家。我们来介绍这一道玛格丽特薄饼，里面好像加了三种不同的起司，看到里面有圣女番茄，还有甜罗勒。整个吃起来真的很像起司饼干。那这一道呢是地瓜酒香肠，它看起来是跟一般外面的香肠很像，那我来吃吃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。它的酒味的香气真的很浓郁哎。那它的肉质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嫩，然后带有酒香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吃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道大地松露炖饭，满满的松露味，你先来吃吃看。吃起来呢，明显的有奶油还有松露的味道，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滑顺。如果喜欢吃白酱口味的朋友呢，我推荐这道菜给大家。那我们刚刚已经享用美食完毕了，现在上来他们的二楼参观一下。我可以坐在这边，平常下午的时候可以看看夕阳，那晚上的话呢，就是看看夜景咯。那我今天最推荐的两道菜，第一道是松露菌菇炖饭。那我会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松露跟奶油搭配的，我觉得非常的完美。那第二道喜欢海鲈鱼，本来就是吃起来比较清爽，那加上它们沾酱呢，我觉得酸酸甜甜的，然后就是感觉吃起来没那么负担，我觉得蛮喜欢的，所以这两道菜推荐给大家。那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呢，记得按追踪、分享、加订阅哟。我们下次见。